日本著名太鼓演奏家日田野秀一先生。青年小提琴演奏家萌萌女士。意大利著名青年钢琴家皮亚诺塞鲁久先生。华裔天才少女乒乓球选手张本美和和她的教练孙雪女士。欣赏音乐与体育、乒乓与艺术的跨界创意作品，小球带动大球。Thank you.